没有名字，我也不需要名字。我是一名伞兵。如果你觉得每天提着办公包打着领带去上班，面对这台电脑很累的话，欢迎来到我的世界，欢迎你加入我，在我的办公室里工作的每一天。在外面，在外面，有辆那个摩托车过来了。枪林弹雨中开始，枪里只有29发子弹，但我只需要这么多，就能把他的头给你一枪。这只有一个人弹，我只剩13发，哎呀！